姑娘的步调都讲好了爸妈昨天昨天不步了，你看这都不算扎边，然后也有些的水。那我就不接了，这都去发愁了，下午就不能拔，下午拔就别接了。洗洗草料，洗洗盖碗，洗洗肉蛋呀，我吃一些，我毛来不吃一些。哦，你爸爸说拔刷子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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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拿转四个来，我说给一个给你和他们。啊，好，等会儿叫上我看。回来做鬼连饭也没做出来，先吃点白白瓜垫吧垫吧吧。嗯，中餐。是吧？这说这头发可不来。嗯，这个就高高抬起来。哎，也会被搞到那家头发粗挺小吃那就可好吃挺好吃吧。